新城乡一年一度的捕鱼祭活动，十号有12个部落同步来办理。新城乡公所原住民事务所所长曾秀英知道，每一个部落代表乡长合理台来向族人们致意，而合理台则是相当重视阿美族的传统文化。公所会持续的办理捕鱼祭，来重视原住民的传统习俗。在六号这一天一早，12个部落头目和青年们来到渔场来进行祭祀，迎接四号这一天的12个场次的捕鱼祭典活动。大家拿起八卦网来呈现新人乡早期祖先的传统技艺，捕获丰盛的鱼。六月十号早上10点开始，各部落同步展开。新城乡公所原住民事务所所长郑秀英代表新城乡长合理台到各部落致意，并表示乡长合理台相当重视原住民传统文化的活动，阿美族第一个传统活动就是捕鱼祭典，感念早期祖先的生活智慧，让大家了解捕鱼祭的文化意涵。头目、部落青年、家族们、班长和工作人员，不管是用炸的或是用煮的乌锅鱼，就是要把最美味的佳肴分享给族人们以及在场的贵宾们，为了就是要延续阿美族的传统技艺。新城乡公所原住民事务所所长郑秀英除了参加一早的祭祀活动之外，十点之后就从最北的顺安部落一直到最南的嘉兴部落，12个场次来向部落族人们致意。部落族人们聚集在一起，共同延续阿美族一年一度的捕鱼祭典活动。记者蒋文贤报道。